哎，先示范遥控开启，就是解锁按三下，一、二、三。然后关起来也一样，也是解锁按三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如果是从尾门后面开启的话，就是电磁盘按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关起来就是这边。再来是从驾驶座前面的按钮座开启。这边有一个按钮加装的，就是长按三秒，一、二、三。那关起来以后也是一样，就是前面这个按钮按三秒，一、二、三。